Hello， 各位观众，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《神魔与猎人》的合作。那今天是6月8号，他在这一天进行了加倍活动。我们今天来实测看看这个100颗魔法石来抽这个猎人的角色。那三大奖分别是小杰、奇亚和库拉皮卡，好吧？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始抽吧。那在抽的时候，可能用快转的方式吧。我们来看看几抽能够抽到这个最大奖，小杰。现在第一抽。OK， 第一抽是比斯吉。哦，这第三抽应该是库拉皮卡哦。OK， 这是已经三大奖其中之一了啊。第三抽中到库拉皮卡啊，继续。啊，又中一张库拉皮卡，这是第12还是这第14抽是不是？还是第13抽？好，我们继续抽吧。哦，连续中大奖哎，这个是奇亚，怎么感觉小杰快要出来啦？继续抽，继续抽。又是奇亚，哇，小杰来不了啦，14颗差一颗又可以再抽，我等一下去我的背包领一下这个奖赏，我们把它抽完。最后一抽把它抽完，感觉应该是不会出小杰啦。哇，这次有点非洲啊，这个啊，没有中，这个应该就是普通的卡片。好，最后一张是雷欧利。那我们这一次呢，总共是21抽嘛，105颗石头，我们总共抽到了大奖是两张库拉皮卡，对吗？我看一下是不是，对，两张库拉皮卡，然后两张奇亚的样子。那这边就给各位做个参考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这个抽卡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希望你会喜欢这次影片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以及到我的 FB 粉专赞，那我们就在下一次的影片再见咯，大家拜拜。